炸鸡腿放大500倍，你还敢吃吗？今天有位小朋友给我发私信，他说特别喜欢吃炸鸡腿，想让我放大看一下。今天出门买了一个鸡腿，接下来取好样品，通过显微镜放大500倍。炸鸡腿属于油炸食品，经过高温加热后，里面的营养成分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，表面被大量的油脂包裹，里面的分子结构发生变化，吃多了会导致腹部饱胀不适，会增加消化道的负担。一个炸鸡腿相当于60根香烟的危害，油炸还会破坏里面的维生素，使蛋白质变质，产生致癌物质。炸鸡腿属于垃圾食品，建议大家少吃或者不吃。这条视频建议大家保存收藏，让更多人看到此视频。